颁奖典礼由文化局长王松军主持。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，教育部蒋部长颁发最佳剧情片和特别奖，然后由评审委员会的召集人叶公超颁发纪录片奖和最佳技术奖，中央党部陈玉清主任颁发反映爱国精神特别奖，本公司影星陈沙利则颁奖给最佳男配角魏苏，黎明先生、郭亚磊小姐也分别颁发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男主角奖。